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继续游玩新九曜双教三。那我们现在去解支线任务啊。好，我们先上这个望月台，来学楚留香。咱们无产些，每64个月一次的聚会，竟然有人敢迟到。我瞧风行许，风行居是想受罚咯。金姑娘，风前辈少说也是道家真传，能飞剑斩首于百步之外。你说什么？人家没有。他以前受冀州妖师愚弄，一时怒斩红粉知己的右手臂。哦，这边很重要，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一下。昨天观众有跟的话，应该知道这边在讲什么。从此用悲伤将神丹封印，飞不出来的剑又有何用？还是我失传离火圈厉害？啊，嘿嘿，天。李夫人是武藤县厉害的，就那武剑，可惜道机不足，难成大器啊！你想试试？麻爹是武闪仙内力最强的，花龙打不赢。金姑娘一点也不差，最差的是小的我。最差？要不是娘娘腔。一副要死不活的衰气，论本事，你我伯仲之间呐、啊！这废柴，你本事相同，那我们也不用比了。不敢。叽叽喳喳，老人心散，不能静静吗？来了，我来晚了。那女人眼疾终将给你治好，你既然不敢以好心人深深面对，又何必苦苦盘旋不去？哎，马丁兄，你还是千里神机，要是能像你师兄苦竹和尚看通，我已白日飞升了，就这份残念参不透，老真何曾参透？醉心草木，不问世事，最多挣个罗汉道罢了。寒暄也够了，谈谈正事吧。风行居游历江湖，加上麻爹的预知力，武林结束。生中有死意，死中有生机。王秀才通达，是人造孽，自作自受，受尽环保。再起心神，醉和尚，你慈悲心被酒冲掉了吗？我辈行义当仁不让，见人围困，岂有袖手之理？你们修道才讲行功积德，凡人贪婪无度，只会消耗万物火力，人间杂碎太多，自相残杀，天地同庆。阿弥陀佛，金姑娘戾气太重。只怕也要受劫难，道不同，不想回眸。64个月后，或许再见。风前辈，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，却老是喜欢招惹是非。总比我们这些自顾自弃来的有道德勇气。平真，是要敬他一杯的。台下的小朋友也站累了吧，上来吹吹风如何？师兄说破，就不好玩了。晚辈不是有意要偷听的，你不是狐狸洞小女孩吗？人家长辈好歹是修行快3000年的狐仙呢。3000年又如何？行运至此，也该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师弟，老真不愿受业力牵连，就送你白虎一只相助。
谢谢苦竹师父。这是死在这里的吊和猛虎精，老真将其灵魂炼化成召唤兽，帮你打打坏人，也替他自己赎一些罪过。咱们的秘密啊，糟了，别让金姑娘出手。来，木虎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小朋友，你们除了知道得到一只召唤兽白虎以外，其他看到听到的事情全部都会忘记哦，都会忘记。除了召唤兽白虎，其他全部忘记。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们找到召唤兽白虎了。 OK，这里是以前我跟各位稍微提过的家乡。很稀奇，我不知道回乡有什么特殊料理好吃。我们吃的很简朴，除非肚饿，否则不轻易杀生的。这样啊？嗯，回乡的宝藏，回乡的宝藏啊！巧巧，很抱歉，我们不积蓄人类无聊的财物。哦，原来仙湖住的地方这样寒酸呢、啊。千万不能让别人瞧不起，那我没见过世面。好、啊，找胡英学。我还会一招狐媚之舞，现在交给姐姐好了。让敌人混乱，你们先专攻招式。我明白了。好、啊，就这样。这里是我们打听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找到江小鱼妻儿落脚的地方。江家出力灭我仇皇殿，就赶尽杀绝才能灭我心头火。你到底在哪边的？虽然爹的复仇计划我，但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继续下去了。不要怨我心恨。心恨，不知名的夫人跟着苏英就住在这，要趁此机会好好巴结未来的婆婆。你这崇皇殿的刺客又想干什么？江小的爹已经给你害死，现在还害死他娘，死上帮你住嘴！你没有崇皇殿，此仇岂能不报？哇靠！从小到大还没人敢叫我死三八。紫英，我们选一号。我来找人的。我看你们是来找茬的吧？好，这边打赢吧，这边打赢。妙手，了解哦，会被下架就好了，我不要担心会被下架。也就是说，我担心是多余的，简单说就是这样。好，打赢了、啊！哎、欸，靠面积打赢了、啊，就新鲜剑才有了。小虾，你们在外面做什么？婆婆，这是皇殿的杀手，想对娘不利。又是你，小虾，你要替你爹爹报仇。
心恨、背叛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我并非为了紫英才杀你，身为重航殿的杀手，你早该有所觉悟。也好，就让一切结束吧。刀下留人。江云这样打不赢，不，谢星恨这样打不赢小虾。鬼师傅，燕伯伯。谢星恨是江无缺与何路之子，本名江云，我们全部都被丑丑愚弄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心柳，阁下何以为凭？这是我诈死七年明察暗访得知的。爹，死鬼，死鬼！云儿，你娘就在这里，还不赶快上前认亲？不可能，小月没死。没事，这一切难道都是骗局吗？都是骗局吗？多保重。你何必这么在意华姑娘？喜欢为了两倍温柔填补你心中的空虚的。想起来了，我是何路。燕伯伯，你说云儿还会不会有事？哈哈，虽然没追到云儿，你也不必太过操心。与其怕他被人欺负，还不如担心他去欺负别人。糟糕了，死眼了。你听。你爹跟你娘感情这么好，小虾有机会也该跟喜凤多亲近亲近。霞凤戏彩霞，小虾，你猪呢？触景生情，怎么会没关系？我们都到了论及婚嫁的年纪了嘛。林伯伯，你们进来吧。还好我没娶老婆。爹的事情都跟你娘讲明白了，我们希望你去追回堂兄江云，让大嫂安心。何姐姐，我家死鬼在外头混了七年都没事，吴缺大哥有明神功护体，与燕伯伯也是照顾面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手手不知道大哥动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，我潜入筹黄金数次，仍无法换回他的记忆。看来只有万春柳、万伯伯才能治此病症。您就不会少说两句？听说万伯伯迁居到齐祖去了，只要找回大哥，一定能治好。紫英，好。有存了，存了啦，我们去外头验一验。我记得是打不赢的啦。哦，好穷哦，一个东西都没有。没关系，练强一点再找我打。哈哈，理论上我们会输了，那我们用胜利 B 键就可以赢了。哎，好爽啊！
Nice。孩子，锲而不舍，不肯跟我练习战斗，就是想我教你东西吧？突破攻击上限提升至9999，好强的心法！人要突破自己的限制，除了超越肉体的锻炼，更要跨过心里怕住的障碍。你要好好记住。爹，还有一个见面礼送给你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不会害你爹吧？这是天之星给的烈火丹，爹体能不错，还用不上。不过你身旁女孩子太多，万一不小心吞了，给江家多弄几个媳妇就麻烦了。还是由爹替你收下来保险。哎，刚苏英是说。小虾送我爹那个猎虎丹，然后帮我们给我们金元。刚才经过一男两女，其实看起来就是和以前所见的侠客不一样。一女清丽端秀，一女娇艳如花，而那少年显然身上散发一股令人畏惧的寒气，但俊逸非凡的面容总忍不住让人想多看几眼。你可知道他们三人往哪个方向去了？这小声隐约听见，他们好像是急着赶往一处刺什么巨木的。刺血巨木，走。子英，你怎么了？是教你把你抛下的吗？他人呢？我去教训他。你就这么关心华姑娘吗？你只愁愁算账，但我们在这里遇到突袭，你受伤的，别说话。怒火，你帮他治治。是。太好了，将与树上与丑丑决战，丑丑也练成命运功，他打不过的。我们快去帮他。公子，假如你不愿意的话，我自己去救他。怎么会呢？他是我堂兄。我们一起把他找回来吧。谢谢你。就这么喜欢华子英？我的十二经络已被封住七把，明月宫的寒气果真厉害。烟火四爆，难道我们都不顾念以前星月对我们的恩情？没用的。他们是藉由冀州妖师传我的潮湿术而复活，除了接受我的命令，已经毫无感情了。四招，我只能打下最后的四招。这时间，好，我们要选一。你骗人，就像刚刚抛开华姑娘一样，我真的很想牺牲自己，我不依。华子英，你输了，自始至终跟着云哥哥的只有我。女儿，为爹的身边，你娘很担心你。爹，我娘，你要孩儿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孩儿对不起你了。把他们都拿下。爹，你难道不能顾念昔日父女之情吗？叛徒杀无赦，我这后半生难以复仇唯一目标。你站到他的立场，就是与爹爹作对，我同样饶不得你。爹，请你好好照顾娘亲。云，不要怕，我会陪你直到永远。可惜啊，我们埃场已久的专心宠就用不上，控制二季的棋子又少了一颗。我们走吧。妾子，谢谢你及时救了他们，你先走吧。
恶，居然未死尽！丑丑，也有个蚂蚁，吃我的刀吧！替手下留情。不是，我们打了赢吗？哼，这曹师叔真是不济。丑丑，你乖乖跟我们去飞燕山庄，我会向顾苍烟大侠求情的。你还没死？当然，我不孝儿子还没生，一打孙子给我爸，我怎么舍得闭眼？爹，云儿，娘，还不快就离开这里！柳儿，我的选择是你爹，娘亲只怕没有机会再照顾你了。娘，我的选择是蒋宇，孩儿已经没有办法陪在你身边了。还不走！哎，不用追了。那、啊、看到娘就昏倒。云儿，云儿，你不能死啊，云。我。丑姑娘对云用情如此之深，我下我不能依靠你度过这个难关，请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这个天寒，你不要受凉了。云儿已经跟何路认亲了，接下来就想办法把吴缺大哥找回来。吴缺小子就是铁面人，难怪武功路子这么少。爹，孩儿少时送的蒙骗对你，可恶，孩儿一定要把你救回来。仇环殿新的根据地在玉穴，都是你爹跟你娘害的，这是跟你讨回十三八的账。你，我就不信你能天天照好这恶女，哼！新柳，你过来。可怜的孩子，大人私心的受害者，因为云儿甚至离开自己的双亲。要是你不嫌弃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吧。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恨我？为什么你那样这么好？爹，你放过江无缺吧！你怎么狠心拆散这对恩爱夫妻16年？乖，难过的话就大声的哭吧。这边有一个持有协同。好，再来，怎么办才好？该怎么办呢？王秀才为了什么事情苦恼？君姑娘不听我的劝，说什么要入伍擂台受雷击试炼，提升功力。习武的本来就没干，每天锻炼挑战自己的极限，不是很好吗？小壮汉。依照自己能力负荷去挑战叫做锻炼，超过了能力范围叫做逞强。他性子烈，我怕他，哪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我娘常说，女孩子不该流汗练功，只要常吃人参一类的好药，配合行气口诀，功夫自然会进步。啊，只有有钱人才说得出来常吃人参的谬论。对，只要给他服下提升功力的丹药，他应该能够考验。请你们将这个拿给金姑娘服下。银沙巧克力，金沙改成银沙。
银烧巧克力，果然是乡下来的，不知道这是情人节最受女孩子欢迎的礼物。现在还是吗？现在应该不是了。可惜云哥哥从来不注意这种事。嗯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银烧巧克力，而是灌注金元，吃下就会功力大增的特殊巧克力哦。怎么说？我有一个金元子的压榨心法，要是能将这粒巧克力送给五雷塔，为了金箍两次，我就传授给你们。好了，走了。我们把巧克力吃了吧。假如有效的话，一定能大幅度提升大家的金元子。我们还是帮忙传达王大哥对金姐姐的情意，这样比较好。走。银沙，真好吃，感觉一股力量涌泉而出。是谁做的巧克力这么好吃？婉秀才特别做给你的。没想到颜良家的手艺倒是不错。那我们回去吧。金姑娘她有没有说什么？她说你的手艺很好，巧克力很好吃。真的？人家好开心哦。请问压榨心法？有一定的几率所得的金元点可以加成。这就传授给你们。人家不喜欢打打杀杀的，所以传授给你们的都是帮助伙伴，会提升自己本事，这才是修身养性的王道啊。我不知道，但你可曾经听说过心之剑诀？拿来看我的铁锤，要是你举得起来，证明筋骨都够硬，我再回答。看来你的斤两不够，轮不到铁锤王交参讲解什么是心之剑诀。可以重新挑战吗？可以。离体御剑是无惧威力下格，理气御剑是内力深厚中格，皆凡俗豪侠仗武凌人之流。以心御剑，非气，端乃御剑者自恃，知所进退，不战而胜，此乃上意。这就是心之剑诀，拿得起我的铁锤，你基本功算是够了。然而天下精于武道者，除了练气更要练心，毕竟剑是死的，是剑的人心，心是活的。我曾受风行居师父指点右，练了多年的吐纳术，才能将这百余斤重的铁锤应用自如。他交代我，要是哪一天有人问到心之剑诀，务必传授血境招式。等待一段时间后，一两倍的伤害力即出。我四处借书，就是等着有缘人传授心之剑诀。现在任务完了，倒是找不到适当的落脚处。好，玻璃。但那陀螺爷爷，请问大师在诵念着什么呢？老僧恭敬诵念大悲咒，为的是加持大悲水。大悲水是要种花用的，你们以后就会知道了。帮贫僧收集三株莲花，我就传你们精神集中。师兄，他们又出现了！别怕，师弟，有师兄在，就安全了。晚安，晚安。师兄，你骗人！三师兄被……住口！你的意思是指我功夫差了？既然如此，我就不管你了。
师兄自己都没有办法自保了。可恶，你逃打。哎，起哄啊。好，晚安啊。也想晚安。达摩想要处罚。好，我要打死他了。我很喜欢这一对，这一对是很白痴。不是这个太好笑了，是我有帮他们配音。韩木应该是武器啊。你们要运蜂蜜，那可是我做糖葫芦的原料，除非你给我1200下。你交出来。新柳，我们以前都不是这么干的吗？好好好，1200给你。这是没有运蜂蜜，我要另外再找材料了。好，走了。好，这个是西域葡萄，好，都拿到了，走了。这三个，好，甘泉玉露，玉亮，走了。不是配好了吗？哇，好喝，香，好喝啊！这酒会让人臣服啊！你不是要办什么道场的吗？我有说过这朵花，正是酒醉传门醉拳的衍生招，乱打。我也好想喝，少年，来一口啊！我了解连续多次攻击的奥义了。乱打命中率一定偏低。在一张窝太久，该换的地方住住，普度众生去也。在一张 ，OK， 这边一样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精神集中是禅修过程必经的道路，能够提高命中率。安息天都麦多罗波摩耶波萨波阿弥，贫僧即得将大悲水与莲花以我佛愿力结合成往生白莲，请施主请自便。好，我们开始比游泳，只要滑出左键吗？空白键可以吗？拜托，我右手按滑鼠的能力很强好吗？哼，轻轻松松啊。按空白键有用吗？好，我现在滑鼠左键没有按坏掉怎么办？空白键有用，两个一起按呢，两个一起按有用吗？感觉下载那么快，看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赢两只就好了。加油啊，冲啊！第三次打到什么？经验点数烂东西。我也觉得最难是跳舞。太强了吧！等一下，我不行啊！啊，还好成功。